好，各位同仁请就坐，我们开会。上次会议记录已经放在各位的同仁桌上，请大家自行参阅。各位同仁对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？没有意见哦，会议记录确认了。我向各位同仁报告一下，咱原则上吼，咱党内咧选主委啊，迄布条啊吼，布条诶原则上吼，咱拢平平当然，毋免选甲讲甲布条啊，啊个咱咧毋免得安尼甲布条啊，啊个等下不低不高，一个选一个主委何必搁安？大家当然安尼歹看，无必要安嘛。啊，咱平平党内咧选举。慢慢地讲，哦，啊，服务处咧割布条啊，甲你用啊，大家认真地拍拼，找党员倒啊。啊，迄咱咧党员，咱会好看一面。你哦，迄党员为难，我慢慢地哦，咱党员为难，啊，必然做较公正的倒啊。来，我们向大家报告，今天的议程哦，先读。会议记录要确认了哦，好，会议记录确认了哦。向大家报告，今天的议程是先读议案交付审查案，请议事组先读议案。好，请各位议员参阅桌上的第二届第三次定期大会交付审查议案一览表。一、市政府提案计有112案，包括民政类编号一号。有一案，社政类编号2至8号7案，财经类编号9至91号有83案，教育类编号92至101计有10案，农林类编号102至107计有6案，交通类编号108至110计有3案，公务类编号111至112计有2案。以上市府提案。请交付各有关委员会审查，请讨论。交付各有关委员会审查，有没有意见？二、市政府法规提案，计有4案，编号1至4，请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，请讨论。交付法规审查，有没有意见？三。议长交易市政府提案计有14案，包括社政类编号1至2有2案，财经类编号3号1案，教育类编号4号1案，农林类编号5至9号5案，交通类编号10至12号有3案，公务类编号13至14号计有2案。以上议长交易市府提案，请交付。各有关委员会审查，请讨论。交付有关委员会审查，有没有意见？那个王少廷，感谢主席哈。他说的第一项事务提案念伤紧啦，我打折了。我这边是交付了啊，但是本席这边请教一个问题，那个我们主计处有没有来啊？那个我们市府的提案是不是有关垫付款是还是不是？是垫付款吗？还没有到吗？垫付款到了吗？请说明，局长。第一项市府提案这112案，你们有没有包括垫付款？主席，请说明，还是局长？不是。这边应该有部分是垫付款，对，有部分是垫付款嘛？对对。一共几案的垫付款？这边。各个局处加起来有几案的垫付款？知道吗？全部吗？没有，9个。后面刚才说
啊，你家己编的，家己就唔知道有几案，啊，你们几个拢上好机会，要家己背书就好。没有，这个是各局处送过来的。对啊，你们主计处要知道有几个案啊。我本席要针对这要跟你讨教一下啊。没有，垫付案不是主计处在负责的。那谁负责？谁整理送过来的？主计还是财政？他们是各自送过来，各机关自己。对。那主计处长，我请教你一下，根据中央垫付款的一个这个送到一个各县市议会的那个规定哈，那是不是要去载明说它是依据哪一个这个执行要点的第几项，有需要还是不需要？主计处长，据你的专业，需不需要？这边他们都应该都会写的。都会写吗？温县长也看了，过来俺拢无写呢。那我们市府怎么？这副议长啊，咱议会，那你当黑白收这个物件的，你若想讲照规中央的规定，直辖市及县市单位预算执行要点里面垫付款，你要送进来，各个案都要载明嘛。处长是不是？财主单位应该很清楚嘛。请答复。跟议长报告，应该他们都会写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本席手头上像经发局。那上面说明上就有写，这就100分。局长在吗？哈，经发局长在不在现场？副局长，副局长，你们上面就写得很清楚，你们是依据直辖市及县市单位预算执行要点第44点第四款、第六款，都用七级会哈，过了十档啊，每次垫付款一定要列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副局长，是嘛哈？啊，你请坐，谢谢。不一定啊，我头先问咱主计处长，伊嘛唔知讲，到底对一案有写，对一案无写。啊，我们到底送到议会来的时候，我们财主单位谁在审理这个东西啊？是财政局是不是？哦，那我刚才问错了。那财政局长，你解释一下，多少案子有写，多少案子没有写？跟议员报告，这一次我刚刚算了27个垫付案了。27个而已嘛，哈。那个黄议员讲的没有错，我们有一个垫付款要点，各局处是要把依据哪一款的规定是应该载明。那请问27个案子几个没有写？我手上有数字，你跟我讲。我回去再做一个 review， 然后请他们补充好不好？谢谢。再补充好不好？好吧。局长你请坐哈，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呐哈。但是规定就是规定嘛，你不要预算随目送到议会，让我们帮你背书啊。你不编那个经常免的预算，你编垫付款，这样子一敲就要过去，对不对？局长，按你好一定，我也不坚持啦哈。今天我就不退回，但是各小组审查的时候，希望各局处的首长补到小组去，局长看好不好？没有意见啊。我回去马上跟各局处请他们做一些补充的这个说明。你嘛对嘛，较专业的，你后一个会议卖个安尼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感觉讲咱虎会一家，这样不大好，形象不大好。朱秀英雄，好，没有意见啦。四，议长交易施政府法规提案，计有三案，编号1-3，请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，请讨论。有没有意见？五，议员提案计有386案，包括民政类编号1-22号有22案，社政类编号1-20号有20案，财经类编号1-28号有28案，教育类编号1-47号有47案，农林类编号1-74号有74案，交通类编号1-49号有49案。保安类编号1-48号有48案，公务类编号1-93号有93案，法规类编号1-5号有5案。以上议员提案，请交付各有关委员会审查，请讨论。交付各审查会有没有意见？以上交付案件宣读完毕。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啊？没有啦。我们今天的议程哦，到此结束了哦。我跟各位同仁，我们党内的同仁讲了哦，咱这议员哦，咱的城市较以我管的啦。
唔好安尼家己吼，安层次吼愈积愈低，好，散会啊。